时候已经健康的减重25公斤了，然后到卫生局领了25张的摸彩券。那我今天可以找回健康和美丽，还有这个青春的霸片。除了自己意志力的坚持，还有用对的方法，还要感谢一群推广有机的志工朋友们，让我不害怕现今食安问题的严重，因为我懂得正确的饮食，懂得爱下一代不是一个口号，而是每天给家人有机的健康饮食。